林心如大家都并不陌生，《还珠格格》相信每个 80.90 后的人都应该看过的。剧中张铁林与林心如两人演一对父女，张铁林饰演皇上，林心如饰演紫薇格格，觉得情节和画风大家还能接受，往下看看你们还能淡定不？1999年12月，皇阿玛张铁林和紫薇林心如再度合作，在电影《新赌国球城》中饰演情人，剧中两人还有吻戏和床戏，这让很多还珠迷直接大呼辣眼睛。网上广为流传的几张电影截图中，林心如给张铁林处理伤口，林心如还大胆地表白喜欢他，看着张铁林一脸的尴尬，林心如还主动吻了上去，这样的画风真的。关于这部电影，林心如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，大概过去一起拍戏太久了，直到现在他都还叫张铁林皇上，想改都改不了。问他在这部电影中两人角色的转换会不会觉得怪怪的，林心如戏谑地说，反正父爱也是爱，慢慢再把它调试成男女之情就好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